看看新闻网。去年年底微博晒孕照，宣布怀孕的事实。大半年过去了，忙完了生娃大事的大 S 近日又自曝已经复工了，而公布的方法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开工现场靓照来一张 V 型小脸。看来大 S 的减肥成效还不错嘛，不过将重心再度转到事业上，宝贝小鱼儿会不会不舍得妈妈呢？